建国101年双十国庆侨界晚宴于10月7日晚间7点在华埠金龙酒家热闹举行。当天金龙酒家席开90桌，近900位侨胞出席晚宴，盛况空前，热闹非凡。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龚中诚、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加州参议员余应良、加州众议员吴国庆代表、加州众议员第49区候选人林元清、周本利、洛侨主任梁崇礼、副主任邱长生等纷纷出席晚会。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龚中诚表示，去年的百年双十国庆创下很多纪录，当地侨胞也都热情参与，没想到今年还是热度不减。华府于双十国庆前宣布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让今年的游行活动与升旗典礼锦上添花。中华民国与美国非正式邦交，一方面增进彼此友谊，显示双方实质往来密切交流，亦能感觉政府对人民切身问题的关心，由此台美关系已经到非常美好的境界，是给中华民国最好的贺礼。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很多来自台湾的民众在中国城和全美各城市购物游乐。希望我们的传统侨界和信侨，大家一起继续来支持中华民国，让中华民国继续向前，然后让我们其他，比如说是香港、澳门，还有我们大陆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往好的方向。